已经知道 log 2呢长这样， log 3呢长这样，那么15的十次方是几位数？好，那基本上要求几位数的话呢，我们就是要先求出首数，因为几位数就是等于首数加一。好，那我们就要来求它的首数，来 log 15的十次方，10往前搬，然后呢剩下 log 15。15我又可以拆开变成3乘以5。好，拆开变成3乘以 5, 我就可以直接写成 log 3加上 log 5。这样会不会太快？log 15等于 log 3乘 5,log AB 等于 log A 加 B, 然后10一样留在外面。然后呢log 3是 0.4771, 好，那现在就剩下 log 5了。log 5呢我去旁边算。log 5呢其实就是前面好像有算过了吧。10除以2嘛，所以就是1减掉 log 2, 所以1减掉 0.301, 所以是 0.699。好，那我就把它加上来咯。加起来是多少？其实我有点讨厌这个东西，最讨厌这种很多字的东西。好，1.1761，所以乘起来之后是11.761。那11就是我们的首数。可是呢，几位数就是看首数加一，所以就是11加一，所以呢就是12位数喽。